好，那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四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上午9:03至10:36，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0人，列席委员吴志扬等8人，列席人员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德立及所属人员。法务部参事林峰文，主席蔡召集委员适应。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政府与巴拉圭共和国政府免除外国公文书重复验证协定案》。本案经提本院第九届第四会期第一次会议报告后决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德立报告，委员庄瑞雄等8人质询，均由外交部常务次长刘德立及所属人员等积极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至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罗志镇、江启臣及吴坤玉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四、审查结果。为求中外文文本一致性，中文文本协定名称及内文含附件于中华民国之后均加注刮胡台湾。二、全案审查完竣，修正通过，审查结果提报院会，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蔡召集委员适应做补充说明。以上宣读。好，那接下来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审查外交部主管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7年度预算案。以上宣读。那现在介绍我们与会的委员及官员哈。那我们在场出席的委员有吕顺宁李委员。好，那我们现在介绍今日出席的官员哈。第一个，我们部长李大伟李先生。第二个，我们的政务次长是在10点半之后接替部长嘛，哈。接下来是领务局副局长钟文正，哎，那局长嘞？那你要请假单来啊？哎呀，我们还是确认一下哈，一级主管要到，一级主管如果不能到，请坐哈，请这个副市长或者是副手代表的话，按照规定要送假单来。亚太司司长陈文仪。台日协会秘书长张淑玲，亚非司司长陈俊贤，欧洲司司长高安，北美司副司长徐又典，对啊，你们司长嘞？对啊，你怎么假单没有送过来？拉美司司长周玲，国主司副司长王良玉，那你们司长嘞？国经司副司长黄君耀。司长嘞，主计处处长黄成昌，人事处处长郭树清，秘书处处长李方成，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翁英敏，国合会秘书长向田毅，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秘书长邱达生，邱秘书长好像第一次来吼，哦也来过，我说这个会期耶，哦第一次吼，那主席来这边再次宣告一下吼，就是下一次，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首长如果不能到的话，请一定要送假单吼，否则的话我们下次委员会就要做决议前车，我们外交部了。好，那另外还有我们主计处基金预算科科长戴群芳。好，我们补充介绍庄瑞雄庄委员。好，那我想首先第一个还是要确认上次的议事录哈，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宣读有没有问题？没有意见。好，我们议事录确定。那接下来请我们外交部李部长就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7年度预算做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首先，仅借此机会，对于大院支持本部各项业务推展，表达诚挚的感谢。以下仅就本部主管三个财团法人：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以及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7年度预算案进行简要的报告，恳请各位委员对于前述财团法人的相关预算给予支持与指教。以下仅就各个基金会及委员会的成立背景及功能略加说明。第一，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是依据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设置条例于1985年7月1日成立，它的目的是在于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对外关系，以促进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增进人类的福祉，是我们执行援外业务的专业法人机构。第二，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为亚洲第一个国家级的民主基金会，主要在于全民的共识基础上，有效凝聚政党、民间组织以及全民的广大力量，推动民主国家相关社团、政党、智库、学界以及非政府组织 NGO 等建构合作伙伴关系。第三，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PECC 是亚太地区产官学代表所组成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立在1980年。PECC 目前是 APEC 的观察员，出席 APEC 的各项重要会议，并且提供政策的建议。各位委员都非常了解当前我国外交的处境，为了要协助本部推展对外工作，维护国家利益与人民福祉，争取国际间应有的地位以及更宽广的生存空间，以上三个财团法人都依照你推动的业务编列107年度的预算，期盼各位委员能够指导与鼎力支持，业务能够顺利推动。至于各财团法人本年度的预算编列以及业务执行的成效，详情将续由各个基金会与委员会的代表详细说明，敬请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教，谢谢。好，那个反正谢谢部长齁。那我们现在询答开始，那原例本会齁，我们6+2分钟，非本会委员4+2分钟。那我先请我们那个李委员帮我代理一下，谢谢。好，谢谢。我们有请我们第一位发言的委员蔡适应委员。主席能不能请部长就备询台？部长，蔡委员早，部长吼，我想这两天这个整个台湾的这个周遭是蛮热闹的啦吼，是，不论是这个中国的军机有演训，然后相对之下有许多重要的外宾也到台湾来访问啦吼，是。那这两天我们注意到有几个重要的人士来到台湾吼，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嘛，第二个是前美国白宫幕僚长普伯恩吼。那我想请普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对这两个重要人士来访，您知悉嘛？都知道嘛？也见过面了嘛？都见过面。好，那你有没有简单说明一下这两位是什么原因到台湾来？那我们期待的是什么？
AIT 的理事主席莫健呢，是他一年两度到台湾来的行程中间的一次，就是例行访问就对了。他例行访问一年他要两次到台北来。那在这一次呢，当然他也代表美国政府来跟我们各界，从总统开始，我想包括这个立法院，还有各相关的部会的首长，也都曾经有过会谈，也希望这个了解台湾最新的发展。另外呢，也把美国政府的一些重要的讯息呢转达给我们政府的各层。那前白宫幕僚长呢？前白宫幕僚长这一次呢，他因为是这个从竞选期间呢，都是川普的这个重要的干部。那在这个执政的这个前段时间呢，也一直担任与总统非常亲密的这个幕僚长的职位。他离职之后呢，因为他是我们台湾的老朋友，所以说是他这个时候呢就来参加远景基金会办的这个台美日安全对话，并且发表这个主题演讲。所以主要就是来参加演讲就对了嘛。对的。然后另外当然就是他私下的行程大概就是这样子嘛。对的。OK， 好。那我想因为大家都蛮关心说，怎么突然间这两位美国在重要的人物都来到台湾，是不是什么特别不寻常的一个事情哦？那听部长这样讲，一个是例行的一个访问，一个是来参加云景基金会所举办的活动嘛。对的，大概就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哦，今天的一个相关的询问哦。哎，这个对于日本也要研究台湾关系法，我想部长晓得这件事情吧。我知道有国会议员要提出来嘛，因为很多年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因为日本一直觉得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可以说是规范在无邦交的状况之下的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就外交部的立场来看，如果假设日本在研议这个台湾关系法的话，外交部立场是认为乐观其成呢，还是觉得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乐观其成了。那你认为这个日本的法律？那因为我们有国内有台小组嘛，有没有在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我们是有日华肯，对日华肯。我想这个细节那个由这个张秘书长来回答。来，那我想讲日华肯有没有在推动这个事情？有，是跟那个委员报告哈。昨天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自民党的青年局的局长，就像照片上的这位铃木新佑众议员，他昨天在远景基金会所举办的台美日安保对话论坛上面有做这样的发言哦。那事实上，像主要推动的是自民党的一个就是年轻议联哦，由岸信夫担任会长的这个议联，他推动的比较强烈，那也开了好几次的这个研讨会。那我们对于所有就是有助于关系的草案内容现在还在研议之中。那我想请教一下未来几个我们关切的议题啊，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列在这个法里面，比如像军事交流啦、官员互访啦，甚至是外交豁免领域等等，讨论有没有讨论到？据我们的了解，现在都还在研议的阶段。我想说草案内容也还没有成型，也许就我们秘书长这边可以来跟他们，因为你们跟他们都有很密切的互动了哈。我想这样的一个关系法出来，就外交部刚才的部长的讲法是乐观其成。那我们希望这样的出来，不是只是形式，它有实质上的双方关系的增进。那美国版的台湾关系法其实里面有帮忙台湾不少事情哈。我认为在这部分可以援引的话，我相信对于台日间的关系的合作关系应该会实质的增加。那我认为这个部分居然。他们的国会议员都已经正式在讲出来，不是只是在内部吵你而已。我认为就这部分来讲，外交部也可以做更好的一个沟通。好、哦，部长没问题了。呀，谢谢委员的这个宝贵意见。另外，我想问一下洪都拉斯邦交现在状况怎么样？洪都拉斯因为他选举的两个阵营的比例非常的接近，所以一直到现在呢，他的这个最高选举法院还没有正式宣布这个结果。所以还没宣布结果嘛？对的。好，那我们就不要讲他国内政、但我问一下，我们的大使啊，八月底宣誓，十一月到任，为什么会这样子、拖这么久？在我们总统府宣誓完毕之后，到十一月才去那边，是因为他们 太忙在选举，没时间理我们的大使，还是什么？那倒不是，那完完全全是因为就任的大使到才离任。因为按照惯例呢，这个新旧大使不会重叠。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办理新就任大使？明明在洪都拉斯选举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在换大使，不是兵家大忌吗？那倒不会，因为我们要把最适当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但是让你这样讲，前任的不适当喽。
我没有，因为他只做了一年就调走，为什么？那因为他是另有任用了。你讲部长可以，这个人事没那么秘密吧？另有任用是任用到哪里去啊？任用到罗马去，这个意大利的罗马，风和日丽，对对。那听你这样讲，表示没有符合我们外交的期待，所以把他职务调整。这个我想我们现在的大使是我们所认为是适合于在那个位置上的同仁，因为我们在洪都拉斯呢，说老实话是在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啊，因为竞争的一个状况，他们选举还有候选人提到说台湾为中国的一省等等哦，这表示说我们在那边的大使要非常的努力啦，对的。所以赵部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当有局势变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更换大使来做因应，因为这样的一个策略做这样的改变嘛。我想就是类似这个概念就对了。我们要挑选我们认为最能够胜任、最能够适合于当地状况的人来代表国家。好，为我们的。那我想请教他，这次的调动不会跟巴拿马一样吧？人都已经到了，不会，不会，不会，没有这个问题了哈。哦，好，再来哈，我想一下厄瓜多哈，是厄瓜多现在跟台湾的关系怎么样？厄瓜多跟台湾的关系，我想由周市长来回答吧。报委员，拉美市长周林报告啊，我们跟厄瓜多的实质关系算是不错的。不错吗？那为什么他被要求我们本来是中华民国驻厄瓜多商务代表团被他改名，这样叫不错啊？这个基本上，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别的案件哦。委员一定也了解，我了解啊。但是我的意思说，但是我们跟厄瓜多是我们跟厄瓜多啊。不错，我们跟他实质关系，我报委员，我们跟厄瓜多的关系主要就是说，彼此我们双方的这个贸易关系，甚至于在这个石油探勘方面的都有若干的这个合作。是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跟他的很多合作，那厄瓜多政府也对我们应该还算不错吧？我们跟他应该互动也不错吧？那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厄瓜多会去强迫我们原来的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改成所谓的这个台北商务代表处嘞？包委员，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厄瓜多前任政府是一个左翼的左派的政府哦。前任的是左派，现在的咧？现在比较好一点。现在基本上就是那我是前任政府对我们比较好，还是现任政府对我们比较好？现在应该是一个改善的契机。那他们什么时候新就任总统交接的？几个月以前。那我们什么时候被改的？这个也是今年什么时候被改的？今年是差不多七月的时候。那七月改的时候是新总统还是旧总统的时候把我们改掉的？这个是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结果、哦、并不是立刻就爆发、哦、一段时间。你这样讲不是逻辑很怪吗？你说旧的总统跟我们关系比较不好，新总统比较好，这听起来在新总统任内被改掉的、啊、那你说旧总统关系比较跟我们没那么好，那我问你，我们跟他有个什么养母力的计划还会不要继续做下去？鲍委员，这个养母力的计划要不要终止？国和会很多年来一直在推行的一个的。对啊，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跟我们的关系不能达到我们实际上的要求，我们在这部分就有保留的空间呢、啊。事实上，我们有在研究，在检讨。什么时候会检讨报告出来？我们要配合国合会啊，这个、啊、国合会董事长是你旁边的部长啊，你这么讲，你配合国合会，当然我们也责成我们的驻处啊，去这个跟他们当地合作的单位啊，来认真研究是不是啊有必要来做一个调整。做研。牡蛎那个是一个合作，我现在谈的是政治上的部分、啊、你知道我讲的问题是在哪里吧？是的，是的，对啊，鲍委员，我们之所以跟他们有这个合作呢，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的政治关系。是啊，可是问题是，如果政治关系还不错，为什么以前叫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然后后来被改成台北商务代表处？那你说这关系不错？那现在因为有这样的改变呢？我想外交关系里面名称是首要的第一个，第二个才谈实质的部分吧。那你不要告诉我说、哦、我们实质都很好，但名称被他改好了，那被改掉了，但是我们还继续要跟他有一个合作计划，所以我们在检讨。所以我们那、啊、你们什么时候？那我问你啊，你检讨多久了、啊？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哦，我们这个跟这个合作单位，它是一个省的合作单位哦。那么当然，这个省的合作单位，因为它这个跟中央也有若干的这种政治上面的影响力了。我们是希望透过跟他的合作，希望呢，啊、那么当地能够影响中央。你这样讲都要点豆病嘞！你这个合作案是在前，还是改名字在前面呢、啊？我跟委员报告，这先前就是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结果，再加上整个，也许是跟这个大陆方面的动作有关联。所以照你这样讲，代表你过去的这个合作案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效果啊！如果我要这样问你的话，
不是吗？如果你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的话，那厄瓜多政府当然也会认为说，哎，你中国你怎么讲，我不理你，我跟台湾维持好的关系，他叫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我就商务代表团无所谓啊，这才叫做维持好的关系，是这样子吧？那什么叫维持不好的关系？就是一方面他跟你说，哎，你来帮我们协助，我们钱丢下去了，然后呢又告诉你说啊，不行哦，对岸打压哦，我一定要叫你改名字，那就是不好啊，那就是说吃尽我们的豆腐啊。我就想到巴拿马的事情啊，跟我们要了四艘船，船要过去之后一个月后就断交，我都觉得我们真的冤大头啊。那这个案子七月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嘛，对不对？七月就被中华民国商务代表团被改成台北驻厄瓜多的商务代表处了。那你说你们在检讨啊？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六个月，你检讨结果是怎么样？鲍委员，事实上我们在他跟我们改名之后啊，我们就中断跟他的合作。那后来呢？因为他们在要求我们，希望我们给他们机会，所以这个是你们中断。然后呢？后来因为他们的要求啊，所以我们研究是不是再给他机会，因为你完全把他中断，没有机会再恢复。等一下，这我又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所以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终止了。你的意思就这样子哦？终止一段时间。那现在在考虑恢复，所以现在还是终止的嘛？所以现在还是终止的哦。好，那你现在会后你把资料给我，你们现在终止的状况是不是人都派回来了？谢谢。好，谢谢蔡适应委员。有请下一位发言的委员林长佐委员。主席，我们请部长。好，请部长就备询台。林委员早，部长早安。我想在进入今天的这个几个基金会部分的议题之前，我可能先跟您问一下，其实也是最近委员会大家都还蛮关注的，就 是日前这个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斯说，这个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他们这个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了哈。那当然知道这个中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应该也不难预料了，但是到底有没有实际？我想我们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实际真的造成我们跟美国之间，美国对我们的这一种这个友善或者说可能的突破的关系，有没有因为这样紧缩？这个应该是我们会比较担心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李克斯发表这么这个不礼貌的这个言论的背后，有没有更强大的压力在压迫美国？就是这个减缓或者说停止对台湾的这个友善？那刚好昨天其实川普在签署2018国防授权法案的时候，他在发表的声明里面，他讲到了诸多这个条款可能有侵犯到他的这个对外职权，那他还是会根据他自己的权利来决定怎么处理。是的，那这是不是表示因为台湾的这个部分包括这个军舰互访的这个1259条款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是不是代表川普可能在未来这几年他不会进一步跟台湾在军事方面发展更友好的突破？我想这样子啊，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军事国防的合作、意见的交换、人员的交流啊，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啊。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呢，是从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就已经有明文规定啊，这也是美国的法律。那至于这个中共驻美公使的这个言论呢，我们认为啊，这个是至为不当，可以说是啊，伤害了台湾人民的一个感情。这样的一个做法说法，对两岸的关系的正面发展可以说是啊毫无注意啊，可能啊也只有这个反作用。我想作为一个这个外交官呢，这样的发言可以说是令人呢觉得是匪夷所思。是，我想这个由部长、由外交部长来这个
评论中国对我们的这个言论以及两岸关系，对我来讲是非常乐见的、啊、是的。那另外就是，我还是想了解说，所以就你的观察，那美国因为这一个他们这样子的中国这样的压力之后，到现在乃至于跟我们的这最近的这讯息沟通，都还是如昔啦，哈，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动嘛。因为美国基本上。他有他自己一定的看法，有他自己的一定所谓的美国一中政策。那当然中方给他施压力，对他来讲，他当然也必须要能够注意他的这个压力。但是呢，最后他要怎么做，我想还是美国政府他自己的一个决策。当然是以美国利益他们自己为优先啦。所以在这边我也是给你这个机会表达这个看法。因为我想我们在舆论上面也看到很多吓自己人的一些说法啦。我想然后打击台美关系的说法。我想也不需要庸人自扰啦。是。好，那现在我想关于今天讨论的这一些部分，那尤其国合会我有进一步的一些想了解的部分。那在这边，其实这个我们也请国合会的这个秘书长，那部长还是请，是，我想在这边没关系，部长你先请留步一下。对，因为我想过去我们的这些跟国外的这些援外的这个合作计划，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元嘛，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投融资啦、技术协助、教育训练、人道援助等等。这跟过去的这个比较说是硬体建设方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想在这边我们还是先要关注这几年来常常被大家批评的就是这些蚊子馆的问题啦，也就是说到海外去盖的东西，结果最后我们发现效益不彰，或者说移转给这个当地国以后，它也没有办法继续的去维持，那甚至于变成蚊子馆。那像这样子的事情，我想知道，因为我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国合会的计划里面比较没有提到硬体措施，我们目前是已经都不做硬体措施的这个合作，还是有做，只是在计划里面被忽略。跟委员说明，实际上还是有部分，但是并没有您所讲的蚊子馆的情况。是我跟您举例，比如说像我们在巴拉圭有兰花机密温室，但是温室治好之后，实际上这本身计划持续的延续都在使用。那在这个计划产生的时候，也确定对方能够配合协助，在计划到期的时候承接的时候也没有问题，所以目前并没有任何所谓这种闲置设备的问题。因为我想这个部分，因为不管教育训练啦、人才训练、人道协助这个部分的工作，它是比较期限性的啦。那我们训练到人，他能不能在当地这个帮助，或者说我们技术的移转，这个他们自己的运用状况，这是要另外一种评估。但是盖房子这种事情是很好、很容易评估的，所以我在这边我是蛮希望可以看到，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资料啦。因为过去其实已经被预算中心乃至于这个监察院，其实都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批评。那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说我们有进步、有精进，那我希望可以看到这个精进的这一个结果是怎么样。那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把现在正在执行的、过去三年执行、现在正在执行、未来可能要做的属于硬体措施的这个部分，包括我们投入的金额，以及我们这个计划的内容，以及现在的效应评估，都做一个清楚的列表给我们。我想这个部分是比较容易可以来这个了解它目前的状况了。没问题，是，所以这个部分先这样子处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哈，可能国合会也要留着，就是说现在关于这个巴拉圭东方工业区啊，好好，是这个事情，因为在今年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侨领就有提出了这个这个批评了哈。那我们也有看到国合会的新闻稿里面写的，其实是完全没有针对这个他的批评来去回应。那所以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稍微请从国合会的立场再说明一下，那也让大家知道说他的状况到底什么，包括现在的整个诉讼的状况等等，稍微把这个案子的现况说明一下，谢谢。我想这个细节我请我们这个投融资处的徐处长他比较清楚整个过程，就是目前为止，因为他才从巴拉圭真的是案子考察过回来。好的。好，国合会投融资处徐慧文报告。那这个案子其实缘起于这是一个债权的诉讼，所以有一个
诉讼是中国输出入银行，它是债权人，对于东方公司，它是债务人的债权诉讼。那当初东方公司负责人就是因为应该要到还本付息的时间，他没有依照贷款合约还本付息，所以输赢在巴拉圭提起的诉讼。那诉讼判决获得胜利之后，输赢就依照巴国的法院的去拍卖了工业区。那拍卖工业区之后，那时候这个东方公司的负责人呢，他觉得心有不甘，所以他就停留侵占人留在工业区里面，所以后面引发许多我想同仁之间的诉讼。你们应该都有收到这个施君谋董事长的这一个他的这个批评嘛，哈，这个应该都有看到。那是不是可以请这个国会这个会后，因为时间有限，我想你就针对他的所有的批评，给我们一份你们的这个回应好吗？好，没有问题。因为你们的新闻稿其实只有说他讲的都不是真的，好的，但是没有说你们的这个版本是什么。好，没问题。我想我要进一步了解这个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好，好，谢谢。好，接下来请吕顺林吕委员。谢谢主席，有请李部长。好，部长请。李委员早。部长早。部长，我们这个 CTPECC 主要的工作的计划里面有这个国际交流、国内推广还有教育宣导的活动。那其中这个在国际交流的部分呢，他们有提出了这个寻找经济成长引擎计划，就是希望能够来整合我国需求，还有连接东协区域的经贸发展蓝图，来推动政府的这个新南向计划。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的是，我们目前这个计划呢，它的执行的情况怎么样？那成效如何呢？这个 CPTPP 呢，是这次 APEC 岘港峰会之后啊，日本同意啊来领导这11个国家的一个区域组织。目前呢是这个他们还有4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呢，我们相信这4个问题呢，在明年的第一季啊，应该很有可能解决。然后呢，再由这11个国家的国会啊，再分别通过这个 CPTPP 的条文。因此呢，我们大概研判呢，大概后年，从现在讲是2019年开始啊，会有接受新会员。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国家对这个区域的经济整合组织非常的有兴趣，我们也一直在观察这个进程。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考虑新会员的时候呢，也能够接纳台湾。那我想请教部长的是，您刚好提到说有4个问题尚未解决，那这4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是问这个对不起，我问。你说您刚刚讲到说有4个问题没有解决。对对对对，那这4个问题，这个4个问题我想请那个黄副市长 来仔细回答。是第一个问题是加拿大他对于一些文化例外，就是他不希望影响到他的一些广播文化那法语区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考量了。那文莱的部分，他对于这个煤炭业有一点这个保留了。那另外就是越南他对于这个他劳工议题他不希望能够不希望因为劳工议题被送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对不起，我等一下回想一下。好，那这个刚刚回答的应该是这个 PECC 那我刚刚问的是 CTPECC 的部分，那是不是请这个相关的单位再来做个回应呢？就是针对说我们这个目前的执行的状况和成效如何？是报告委员我们推动这一个所谓成长经济引擎的话，基本上是针对因为2014年6月之后的这个油价下滑，其实某种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一个出口动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能够拉抬我们寻找我们未来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也这个去针对这个东南亚还有南亚国家的一个需求那我们针对这个计划，其实我们已经邀请了包括东协很多重量级的学者来台湾跟我们做意见的交流那除此之外呢，
在今年这个第二年的计划，我们也针对了这个所谓工业 4.0 来了解，就是说工业 4.0 落实之后的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供应链变化呢，会不会对我们国家产生什么冲击，而我们应该怎样的因应。那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们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呢完成了整个报告，会送交 PCC 跟 APEC 来参考。以上。好，谢谢。那这是针对国际交流的部分来做询问哦。那我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请教的就是有关于教育宣导的工作上面，因为我们 CTPECC 每年都会举办亚太青年事务培训营。那我认为说这个外交人才的培养应该是要向下向外，然后更加的广泛来这个培训哦，那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建立我们台湾人才的这个人财库。那所以我想请教的是，这个我们培训营举办了10届了，那总共有培训了多少的学员，那有多少学员呢在日后有从事这样子外交事务上面的工作呢？跟委员报告哈，我们有建立一个人才资料库哈，那这个人才资料库呢，就是有去identify 就是重要的这个毕业的结业的同学，他们现在在政府部会，还有甚至从事外交工作，我们有一个统计，那也已经送到委员您的这个助理的手上。好。谢谢，因为我认为说这个参加这样的营队，能够培养这个有志于这个外交从事外交活动的这个青年哦，那他其实也会影响到，就是说这些青年未来的职业发展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希望说在这部分呢，我们这个外交部能够再多做加强，甚至是说再整合其他的营队，包含的就是跟跨部会的合作，例如说跟教育部或者是说侨委会来举办类似的这样营队，然后来建立以及收集我们的人才库，那还有这个后续的追踪呢，我想这也是我们外交部要继续的在做努力的、哦、那如何来促进他们增加他们在外交事务上面的意愿，这也是希望说部长在这部分也要多做思考。 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想要请教部长的是我们国合会的这个业务问题哦。那在107年度的预算当中呢，其实有一项是这个本会人道援助计划协助韧性提升之人数、哦、那它的衡量标准呢是50,000人，可不可以请部长说明一下这50,000人是怎么样子推估的？那目前有没有这个初步的一些规划，是我们可能未来要去的一些国家是要去协助的一个重点目标呢？是，我是不是能请向秘书长来回答？好吧，好。这个韧性计划实际上是我们一个新的人道援助计划的内容之一。那因为洪都拉斯有一个干旱走廊，那个地方这个人民本身就因为长期干旱所苦，所以我们针对那个区域所提出的这个干旱这个韧性计划。那这个是我们人道援助处黄处长实际执行的，我请他做细部的报告。好。喂，好，我们在做人道援助这个指标的规划的时候，我们会背上就是以107年度我们现在有的计划，比如说我们在约旦的计划，然后加上我们洪都拉斯的计划，然后再加上我们新推动的，在明年我们预定就是推动的计划，我们用我们经验习得，然后再估算我们在明年度，因为其实人道援助在天灾发生，其实它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我们是用之前的经验法则来推断这个人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人道援助计划协助这个部分有目前有两个大项，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洪都拉斯，在计划在执行面的话，在107年目前我们已经有就是约旦的计划跟洪都拉斯的计划，那我们现在正在谈马绍尔的这个旱灾的计划，那在就是在本年度的，那明年度我们预测就是大概会有两个新的计划，所以未来还会有两个新的计划。对，在107年度我们预定在推动两个计划，目前是在跟UNICEF 透过 UNICEF 跟美食组织在谈这个难民的计划。好，那请你会后把这些资料详细的提供给我。好，谢谢委员。这个国合会另外一个业务就是说这个国际高等人力培训外籍生奖学金的计划、哦、那这个国合会的资料呢，从1998年到2017年总共有1904位的外籍生有受惠，那其中这个我们中南美洲的友邦受惠最多，那有50%的学生都是来自于这里哦。那再来的第二多的是来自于非洲，所以我想请教部长的是，因为我们目前外交部正在推动这个新南向政策，那未来这个奖学金的名额上面或者说资源上面的分配，有没有可能会把我们这个新南向国家来列入考量呢？
因为我想啊，这个教育的投资啊，可以说是啊，这个最重要的是为了国家未来的发展。嗯，那新南向政策是目前我们国家的重大的这个外交的这个方向。对，那当然这点呢，我们一定会把它列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嗯，嗯，在事实上，我想在编列上面，我们也都往这个方向去做。好，我希望说部长在这部分一定要加强的注意哦，因为在这个数据上面，我们过去以来都其实这新南向的国家都没有在列入在这里面哦，嗯，所以未来我们再要推动新南向政策的话，也希望说把这个新南向政策的国家的外籍生也列入考量。好，好，谢谢部长，谢谢李委员。好，接下来请庄瑞雄庄委员。谢谢主席，我请我们外交部李部长。好，请李部长。还有我们亚太司哈，还有亚太司部长。是，庄委员好。最近啊，我看这几天我们台湾也非常热闹了，很多重量级的一些访客啊，对，也络绎不绝到我们台湾来，看到不管是莫健哦，或者普博斯啊，对。那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相信很多国人同胞也会觉得说。有一个疑问啊，这些大咖的到台湾啊，毕竟你说普博斯人家也干过川普的白宫的幕僚长。幕僚长嘛，嗯，后来啊你有跟他那开杠的吗？我他当然这次主要是因为这个远景基金会的这个台美日对话来做个主题演讲。当然他这个他是台湾的老朋友，在过去当这个共和党全国主席的时候曾经两次到台北来访问过。我看他这一次啊，针对川普签署的这个国防的一个授权法啊，是据他的一个讲法是说这对我们台湾是正面啊，对，他是正面看待，他是正面来看待，对的。可是我就觉得你们外交系统啊，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的前驻美代表啊，他也就提出来，就认为说，这个是把台湾捡去，我们当成一个，把台湾当一个筹码啊。啊，沈理群的讲话都安尼啊。这个我想跟庄委员报告啊，关于这一点啊，我想从国务卿这个 Tillerson 啊，一直到这个莫健啊，都跟我们公开的都告诉我们说是美国不会拿台湾作为一个筹码，是吗？我想这个当然要听国务卿，听这个在台协会主席，他代表美国政府，听他们的言论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同样都是你们外交系统出来的啊，执政啊，跟在野啊，这个看法竟然是背道而驰啊！站在部长或你整个外交部的一个立场。你们当然认为说这整个国家是正面的，好不容易大家这么努力了啊，是，可是下野没多久了，你就马上就跟你打回票，是啊，你这红 K 这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筹码，如果今天啊这个川普所签署的国防一个授权法是如此的话，那同样的，刚刚我听部长在答询台。美日三边会谈里面，自民党里面有人提到了，说类似于啊，铃木，对，铃木中议员，嗯，像这样的一个提到的这一些所谓日版的这个台湾关系法，嗯，也同样啊，如果以国民党或者这些你们外交部卸任的这一些前大使，在他们眼光看起来，那这个也全部都是筹码喽。我没有看到这个有我们的退休的同仁对铃木的这个评论有所这个有任何的说法了。我的意思就是反差怎么那么大了？这个我也有没有可能？我也觉得很奇怪。你觉得奇怪而已。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会提出来这些啊，就其实确实我们很多事情也要特别有你们的前驻美大使提出来，你们的这个外交。算在外交部里面也训练了很久了啊，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不要完全去推翻了，把它当成一个警惕了。嗯嗯。但是我要提出来，就是说很多国人同胞更有兴趣的说，啊，普博士刚才跟您讲讲的，开一下会说了，嗯，啊，有去跟总统
我想这样子啊，这个普博斯当然就是说是除了主题演讲参加昨天的这个开幕式之外，他的确有一些私人的行程。私人行程，我就问讲，为总统府无来找总统啊，见一下总统的，这老去一定你部长陪啊。这个因为这样子啊，因为普博斯虽然他离开了白宫，但是呢，他的身份还是有相当的敏感性。他这次能够到台北来访问，还是经过白宫的这个纪律委员会啊批准的，也因此呢，他的这个一些行程呢，还是我们必须要保密。啊，有无讲啊？这就是代表我推定你讲啊，这一定就是有了哈，这应该也是你作陪了。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像这样子啊，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啊，为了整个台湾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空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欧洲议会啊，也好像也看到了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啊，就是说整个欧洲议会呢通过了一个决议啊，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跟活动。对，而且就强调说亚太和平是欧盟重要的一个利益啊。是的，呼吁东海、南海、台海相关各方面和平解决旗舰，避免片面来改变现状。对，我看了今天，我也感觉奇怪的，欧洲议会啊来插一卡。这当然，我认为我们自己外交部有很多的一个努力，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透过其他的一些周边的一个国家来帮忙啊。国定列解读这到底写在冲上，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我想这样子啊，这个不管是美国或者欧洲议会的这样的一些意见的表达，我们外交部都是十分的欢迎，而且非常感谢。那欧洲呢，基本上它有所谓的这个共同外交Common Foreign Security 安全政策 CFSP 啊，所以在这个政策的原则之下，它所有的会员国呢有一个共同一致的这个国防外交及安全政策。那欧洲议会的它的意见表达当然是有相当的一个分量，有重要性。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支持，对我们国家其实也是非常正面的，非常好的事情啊。我最后一个问题要来请教部长，就是说，我昨天呢、其实我在问完多米尼加的诈骗犯那个有没有可能去引渡回国受审这样的一个议题以后啊，今天呢、又出现了一则说十一名啊台湾的死囚，印尼狱中过年死囚了哈，随便猜我也知道这个一定又是毒品的啊。假设是属实的话，这个运输毒品呢、这个不要说台湾人民，我们自己讨厌呐、在国际上啊，国际公约上，这个也是都是大家都所不容的一个行为啊，尤其是贩毒啊。但是也必须要去想到啊，毕竟那是国人同胞啊。对，如果说这个没有强而有力的市政啊，你说要去翻盘的机会啊，以我个人来看，就是微乎其微啊。但是呢，国定这毕竟啊，判死刑，要去执行，我们外交部啊，有部也要尽到人道的关怀。我们朱印仪的代表处啊，也有表达关切，就每个个案，也都去探视，也跟印尼政府啊磋商，要了解他这个过程中间呢，是否按照所谓司法性，所谓 due process， 好吧？所以我们有做了吗？我们有做了吗？包你没部长公共啊，你要给部长拢做宣誓，你下骹要是我拢不会做。包委员，这是有关国人生死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当然是最慎重的来看待。那这个事实上这个问题来看，我们应该从事前啊、事中跟事后来处理。刚才委员提到的部分说他已经被判死刑了，所以我们事后的一些该做的事情，但最重要是事前这件事情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在各管处的网站，还有我们部里面的网站呢，都公开提到，就是说东南亚国家呢，他们看待这个毒品这个贩运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他们判的也都是重刑，所以希望国人不要这个轻忽来犯了这个案子之后呢，断送个人的前途，也影响国家的名誉。这个事情呢，你们没有办法，外交部没有办法来防范这个啦。这个不是只有东南亚严呐、在我们台湾呢、这个最低啊，也几乎都是无期徒刑啊，重的都判到死刑啊。这个不是我们台湾讨厌而已，全世界都讨厌。我觉得重点就是说，判死刑啊啦，没执行啊啦。这个有时候啊，我们哪怕我们很讨厌呐，可是有时候贩卖一次，搞不好没有贩卖到两次，一次跟两次刑期会不一样啊，搞不好有一次被栽赃啊。我的意思就毕竟牵扯到生，部长讲的生跟死的问题啦。
裸卖嘛是咱家己的同胞啦，而且又是在别的国家受审啦，至少要表达一个政府该有基本的立场，这一定会做啦，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这个虽然已经判死刑了，我说哪怕要执行死刑了，政府还是不能说哎，把给你来做卖，哎，洗洗耳啊，我们不能有这种心态，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庄立雄庄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刘四方刘委员。谢谢主席。我想请李大为部长，还有请台湾民主基金会徐思俭徐教授。好，请部长。刘委员早，部长您辛苦了。哎，我们现在的外交大概还是一样哈，就充满了挑战哈。对的。那昨天刚结束的这个台日美的这个好像也引起一些不同的讨论了哈。那今天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想要请教部长的意见哈。是。我们的沈礼寻啊，前驻美代表，今天在某个电子媒体上面特别提出说，台湾不要再滥用美国友台的力量。那他当然的重点是集中在昨天川普总统所签署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的部分哈。是。我不晓得部长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我没有。部长，我跟你看一下这个文章里面他的意思是说经过好几个世代两个世代努力积极在经营我们的美国国会上面的关系哈。是的。那里面呢通过这个条文的时候呢只有参院的这个军事委员会通过没有众院，所以他认为说全案是有参无众，没有众院版的这个相对案。好，然后同时他也提到说整个联系发动全案的布局，也就是国防授权法案呢的过程当中一再被淡化，不止美国国会的态度，还有美国的行政单位，我想大概讲的是国务院。好，是的。那一直提出这样子内部的我们在跟美国国会或是美国相关友人啊，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然后把它暴露在我们台湾的媒体上面，我不晓得部长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我想整个的 NDAA 啊，关于台湾的部分呢，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正向来看，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在国会里的两院两党共同表达他们对台湾安全国防的一个关切。当然因为牵涉到美国宪法内关于这个立法跟行政关于外交权制定中间的一些分际的问题，也是所以说是美国的行政部门呢有他一个保留的意见。但是呢美国国会支持我们的这个动能啊跟他们的善意啊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绝对要感谢人家。那美国这个内部行政立法之间的这个制衡呢，说老实话也是美国的内政，我们在外国政府我们也不宜啊太妄加评论。但是呢就是说是不只是这个，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台湾旅行法案等等啊，都表示说我们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两院两党的支持啊，可以说没有任何的损耗，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从2007年离开美国的事务，一直到去年再回来，中间经过将近10年的时间，我发觉美国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支持，在两院两党的支持啊，这个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减少。许许多新的参议员的脸孔，许许多台湾连线也都是新的脸孔，他们对我的支持，说老实话，我只能用感动两个字。是，我想美国国会对我们台湾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是基于因为我们都是民主国家，对的，所以这样的支持力量不应该被这个我们的前任的驻美代表把它解释为说参议院跟众院可能有不同意见哦，还有国会跟行政部门有不同意见哦，或者是总统有保留条款哦，把它搞成好像是说是因为我们去干扰人家的内政的事。绝对不会了。所以我想绝对不会，我们的这个驻美代表处的同仁都是一时之选。
是，我想他们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而且我们也肯定啊，过去好几届驻美代表啊，是在国会上面也是仍然非常的努力认真。对的，我不希望把我们自己国内的内政的问题或者内部意识形态的问题，变成是我们在邦交上面干扰人家内政的部分。不会，好吗？不会，我跟刘委员保证，绝对不会。而且就是说，美国两院两党对台湾的支持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是我敢给你保证。好，谢谢。那部长您先请回哈。那因为今天有请三个基金会过来，我就先请这个徐思俭哈执行长。那个现在的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哪一位？报告委员苏家全院长。是，也就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成立啊，是架构在我们在立法院里面朝野两党都有董事哈。那这样子的部分呢，来处理民主基金会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徐教授以往啊，在参加不管是二鬼或是其他的跟两岸关系的时候呢，其实琢磨蛮深哈，也深受敬重哈。最近一次啊，这个马英九先生他在2017年的华人领袖高峰会议上面，他有提到九二共识。他的提到九二共识的部分是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当局之间实质的政治契约。好，没有经过双方同意，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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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好，然后蔡政府不认同九二共识，可说是违约在先，实在不好意思再让大陆释出善意，而应由我方释出善意修补缺失，回到九二共识才是交友之道。来，徐执行长，是徐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我想首先了哈，那个先报告委员，就是我们民主基金会，当然如您所知道，我们是超越党派了，也非党派。那所以我现在回答您这个问题，可能还是 以我 学者身份、啊、是，如果你现在是在国外哈，参加这种两岸关系的研讨会，是哈，我想可能也有来自中方的学者哈，或者是来自其他的，不管是美日或是其他相关学者，也有人提出这样子的看法的话，以你一个学者的身份，你怎么来看待？我想那个蔡总统的部分，我想我就不赘述了。我想您大概清楚。我现在是讲马英九先生，他在106年11月2日。我想这个可能是马先生他自己对于所谓的九二共识的他个人的一个诠释了哈。那实际上这个，但是他有前总统的身份，在他的任内的时候呢，他是奉行九二共识。他认为因为奉行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关系一切都是和平。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状况，以此来讽刺或是来告诉说蔡政府，如果你不再走九二共识的话，两岸关系就是会这么的不好等等等等这一些。那我现在是说，如果你是学者的身份哈，然后你在参与国际会议上面有人提到这个部分要求或是给我们施压的话，请问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看法、你的说明、你的解释是什么？我想这个任何政府的政策都要基于民意哈。那么首先现在蔡总统当选，他本身就是一个民意的选择。那么既然民意选择了以后，实际上民意也给蔡总统一个 mandate， 他给他一个授权，对于两岸关系选择现任这个政府认为合适的政策啊。那么蔡总统关于两岸的这个政策讲得很清楚，他承认92年两岸会谈所发生的事实啊，那么我想现在这个政策是很清楚的。至于说这个政治契约啊，因为在第一次听到，对不对？对对，我从来没有听过政治契约这四个字。这个第一个九二共识，他在签的时候，台湾还没有举行总统大选吧？1996年我们才有总统大选，对不对？ 是。所以台湾如果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也是一个政党政治的国家，我们都尊重好哪一个政党执政之后对于两岸关系的不同的政策的导向。是。但是如果前任总统用这样的方式一再来批评现在的总统的话，我相信如果徐执行长有机会在国外面对其他的国家提出这样子的想法或不同的解释的时候，可能徐教授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其实我们是民主国家，是民主国家，新的民意就是代表新的两岸政策，是啊。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只要是对我们有友好的国家，不存在有任何威胁跟敌意的时候，应该尊重我们全国国民的选择。是，其实这才是重点，而不是片面讲到政治契约。我第一次听到有政治契约，然后违约在先，好像都是我们的错。好，
那我们的错是直击在于很多人选举蔡总统担任新的总统吗？我想不是这样子哈。台湾的人民历经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的大选，不管是中央的跟地方的选举，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是，而不是用这样片面的方式来解读九二共识对台湾施加任何无理由的压力，是，好吗？好，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刘世芳刘委员。接下来请许玉仁许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李大伟部长。好，请部长。许委员早。部长早哈。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两天，美国所通过的这个 NDAA 法案嘛。那昨天川普也证实说他不会去执行这样的法案。那以你专业的外交的判断，是你认为这样子一个的法案到底是我们认为有效，还是它只是一个象征性高于实质意义的法案？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国防部授权法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文件啊。那关于我们的部分呢，事实上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对啊。那当然，美国国会呢，所以我可以说这是一个 generic， 就是一个通则性的一个法案，因为里面包含的大部分是讲美国军人的福利，对不对？自己的他的这个薪资这些东西的，是的。所以台湾的东西其实不是重点，我可以这样说吗？我想应该这样讲了。有关于台湾部分呢，都是在国会里有我的朋友，他把它放进去，提醒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他们对台湾安全跟国防的重视与关心。那我可以问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我们的外交同仁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拉比，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我们是这样子啊，我并没有直接的在这个游说，因为究竟这是美国的国内的事务。那当然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关心，我们要知道它的进程，而且就是我们对于美国国会的这种有我的这种支持啊，表示十分的感谢。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了解。这个就是说是至于呢将来啊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决策，我们也予以尊重。部长，这个法案呢，在我看来它的实际的效用远低于它的象征意义。那它某种程度代表美国对于亚太的这个安全还有区域间的稳定是有一个承诺，有一个 commitment。但是它的中间一个关键字就是 sense of Congress， 对，就是国会的意见。对，那也就是说，国会的意见是这样子。但是美国总统如果不执行，那这个法案基本上它是无效的，可以这样说吗？应该这样讲了。如果他可以选择执行与不执行，即使不执行啊，但是国会的意见呢，还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好，部长，我再来看哈，这个法案里面有一个关键的1259号这一个条文哈。对对对。那1259号里面就载了7条，这个有关于这个法案里面的重点，包括他的 statement of policy, sense of Congress。然后 invite military forces of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exercise 等等等等等。对。然后还有一个叫 consider the avail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re-establishing port of code、这些事情。我在看啊，这些是不是一个对于我们是友好，但是它的执行度是相对来讲是非常低的一个可能性，包括。他用的词是 consider， 他不是去 conduct，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想这样子啊，这个到最后如何去诠释，是不是要执行啊？讲老实话，都是所谓行政部门他的这个 discretion， 他的一个判断，那他的一个决策。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是，这个法案通过的版本不是我们 best version，
最好心里面的一个版本。我想不能够这样讲，对我来讲我已经觉得是非常感动了，因为这个完全是美国国会议员他自己 volunteer 自动放到他的这个法案里面，因为原来法案是关于美国的国防政策，是不是？当然他认为台湾的安全跟美国国防政策也是息息相关，所以他愿意主动做这样的事情啊，我只能用感动两个字来谢谢他们。那部长，另外一个我想来请教是说，请问您知道中共从去年520开始绕台几次？17次。对，那这期间美国有没有说过一句话？美国有。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什么情况下说的话？他对于这个所谓两岸的这个现状和平的解决，是他一向的这个政策。他在公开讲得非常的清楚，在私下呢也给我们做更多的简报。那最近中共不断的来绕台啊，包括在这个东太平洋这边，在我们的东部的海域实行这个加油，还有这个中长程作战的这个动作。对，我好奇的是，为什么美国一句话都没有讲？那甚至于让中共这个外交官在华府去放话说，哪一天美国的军舰到台湾的高雄港去 dock， 就是那一天他们要用武力对抗台湾的时候。呀，但相对于这个法案的提出，您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讽刺吗？我想应该是这样子看了，这个中方的决策当然是他自己的一个决策，那美方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言论是一回事，行动其实是更重要的，是不是？那事实上这个，但是对美国来说，他的言论就是他的行动。如果今天在关键时刻美国没有发声的话，那我们台美的关系是不是有必要去衡量它实质性的状态是什么？我想这样子啊，对于这个中共的所谓的这个巡航啊，绕岛巡航啊，美国是有这个正式的这个声明。那另外呢，它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情况之下，是一个 official statement 吗？是一个正式声明吗？鲍委员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在这个台海这边巡航的事情呢，美国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有跟我们了解的，跟我们说明他们的关系。私底下还公开？大部分在私底下我们有很密切的这个沟通。啊，公开讲过？公开在什么样场合讲过？在这个新闻媒体上我们查得到吗？有。这个我们公开的资料，副市长，你目前脑海里面有这样的记忆吗？公开的部分我们可以会后跟委员这边来提供一个资料好吗？好，那我就是要确认美国对我们台海还有这个亚太的区域安全，他的承诺是非常坚定的。对的，对的。他在关键时刻的发言要比签署一个象征性的法案还要重要。对，所以如果今天老共不断的绕台，我这边会要求外交部要尽到你们的职责，去跟美国反映说，如果美国来跟我们谈贸易，跟我们谈美猪进口，但是在保卫台湾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尽到一个盟友的责任。今天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最坚定的一个盟友，代表自由民主法治。如果这一点他做不到，而我们变成 Trump， 他在做 deal 的时候的一颗棋子。对，那我想我们会 全局皆输。对，报告徐委员，我想你的关切是非常的有道理。事实上，美国不管是在公开跟私下的场合，都一再告诉我们，说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美国一个政策中间是包含台湾关系法，而台湾关系法对于台湾的安全跟自卫的能力啊，是美国的法律的一部分。那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绕岛巡航等等，这美国其实是上不只是在言论上，在行动上也有所回应。好，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公开的发言，私底下不算，私底下是朋友之间的问候，这个问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更重要啊，他美国的发言就是行动，好不好？是行动。等到美国要行动，这事情就严重了。事实上已经有行动了，事情有行动了。好，这个是不是我们私底下再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好？那你刚刚司长你说的公开发言的部分，请你找给我，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
好，谢谢徐委员。接下来请马文君马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哎，请部长就备询台。马委员早。部长早。是。就其实刚刚也有几位委员也在关切啊，是就是美国签署国防授权法这个部分。那首先我在这里是不是先请教部长？就之前川普总统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这个事情你怎么看？这是当然是美国现任政府的一个政策。那当然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以色列的问题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定的一个做法。最近如果要请部长去以色列，你敢不敢去？不是，那个以色列恐怕也不会欢迎我去啊。会不会怎样？不欢迎我去的。如果可以了哈，我们现在是说，如果现在的状况，我一直很想去，因为我圣经读了很多。以现在的状况，我一直想去看一些圣经的原始。以巴的状况，你会不会现在去？以巴，我很愿意去啊。如果现在他让我去，我马上就很快，这个只要大院没有给我排节目，我就去了。没有排。因为本来我们是预计希望可以去那里拜访啦，可是后来经过比较专业的建议是说这一段时间是不太适合。对了，我们是有旅游警示嘛，是吧？有旅游警示吗？是什么颜色？对，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的倒不是说真的去那里旅游或者去那里参访，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说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又如何？他真的是了吗？然后全世界大家会承认吗？好像当这个没有特别的意义的时候，怎么样？现在好像就有捷克还有哪一个？俄罗斯这个跟进吧。对，对啊，那其他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其实也不会这样子看认为嘛，对不对？是、啊。可是，所以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美国没有伤到一兵一卒，他讲了这样的话，可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已经有死伤了。对对对，我看到一些。所以言论跟行动，刚刚部长你有提到言论跟行动这个部分，其实每一个政府，因为川普总统感觉上他在很多地方都在做点火的动作，而且他让很多国家趋近于战争的边缘，有点像是破战模式。强迫的迫了、这个破战模式啊。容我向马委员报告啊。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政府啊，我们绝对不会把我们的人民啊的安危。部长，那现在我们来提过反过来提好了啦。你现在刚刚提到说言论跟行动，美国的军舰他们可以跟台湾互访，其实也是踩到红线。今天我们台湾自己的未来由我们自己决定。对，我们的港口适合他们停吗？第一，我们的港口其实很小，他如果要互访，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一个港口。其实他如果要互访，都是大的军舰会来嘛。对，许多的美国军舰，通常国家是这样。我们的左营港跟这个基隆马公恐怕都有问题。对、所以如果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也说会来访的机会。非常低，那既然非常低，干嘛这样讲？不，我想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你讲了以后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刚刚我在讲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因为美国总统他讲了这样的话，就已经打起来了，是伤亡都是这两个国家。今天台海的稳定，台海的冲突，今天台湾的未来都要我们自己决定，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个国家，即使是我们友好的国家，都不应该让我们陷入这样的险境。对，完全同意。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好了。你说北韩，因为北韩其实大家都知道，北韩的领导人他真的是有点疯狂。可是因为你一直航母在那里绕行，你一直跟日韩举办联合的军演，所以不得不。韩国南韩本来萨德是要求美国要买单的，结果呢，现在南韩自己也不得不买单，很高的经费哦。日本也是，美国现在要放任日本去修宪，
他本来自卫队，他如果可以修宪，他未来也势必要扩大他的军武，也要增加很多的军费，这些都要买武器。印度中印边界的冲突产生以后，美国也卖给印度很多的武器，包括 F-16。台湾现在也有这样的状况。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即使美国跟我们是友好的，可是都不应该由他们哪一个人或他们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大陆也一样，这是我们的假想敌。他今天对我们呛什么话，我们也不用在乎，我们也不是怕。是。可是至少我们政府的作为，不应该让我们的人民跟国家是陷入险境。所以我认为部长，你不应该表达说美国的军舰如果来访，我们表示感谢，表示欢迎，甚至表示尊重，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帮我们做决定。今天如果是危害到我们国家的权利或者人民的安全的时候，这个都是政府应该要审慎的。对，我们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会造成危险。是的，这个我相信，这个至少在半年之前，我也跟部长探讨过。对对对，因为美国的做法，现在大家都觉得他是对我们友好的。对，本席感觉起来不是。容我再，因为他们在很多的军售上面也提供很多的需求。今天如果我们在比较危险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不动。需要不断的买武器，我们留那么多钱吗？猎雷舰都可以搞成这样，然后我们又要国舰国造，又要国际国造。如果真的要卖给我们 F-35 F-35 那么贵，即使真的卖给我们，我们有钱买吗？我们有钱去养吗？这些都是我们很大的问题。今天最好的方式就是至少让我们保持和平稳定，是你可以降低这样的冲突，其实是最好的。是的，部长您刚刚要说什么？是这样子啊，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 NDAA 啊，这个国防授权法啊，就是说是我们对于国会议员的这个支持与善意呢，我们是表达感谢。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善意啊，因为我刚刚讲的，对很多国家，对、啊、你，我就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在他的心，你没有办法去帮他假设。今天如果会造成我们的危险，我觉得你不需要去帮忙讲这个话。对，是他们自己决定没有错。可是台湾要有台湾自己的态度。你今天如果影响到我，让这个我们台海可能会有争端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同意他们的说法或做法。台湾自己要讲自己的。是是是是，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啊，我们绝不会把人民的安危啊置于险地。我想这句话，这个我愿意这个再向委员报告。那另外，至于将来美国的行政部门、美国的政府如何做决策，我们是尊重。所以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我觉得部长有提到说，如果他们讲这样，我们是表达感谢跟尊重，甚至欢迎，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想，其实我们都不希望任何政府，包括部长您在内，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我们是安全的。当然，所以我们不会刻意去做。可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错误的判断，以为他对我们好。今天美国，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国家，包括北韩要打飞弹，他即使飞弹真的可以打到美国的国土，这么长的距离有可能被拦截下来。可是中间前面，他如果要打美国，挡在前面的那两个国家，南韩跟日本要先被打。所以其实这个是制造南韩跟日本，其实他也是在险境。今天我们要省思的是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跟做法哈。是的，这是一个安全的考量。会有，所以我们建议说，在公开的场合，是我们还是政府还是要审慎的作为，每个作为都应该要以安全为考量，一定要非常审慎。好，谢谢。要关心民众的这个安全与自由。谢谢。所以请部长在这个部分也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谢谢。好，谢谢马文君马委员，还有部长请回。接下来请江启臣江委员。穿来给你看一下。好，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邀请部长。来，请部长就备询台。江委员早。部长好。早。我想今天大家都很多都在问你 NDAA 的事情，是这个昨天到现在媒体也都在关心，大家也在关心了。一般关心台海事务的应该都会关心。对。昨天我在
这个美日台三边安全对话，哎、是是是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哦。对，国会议员对话。对，那当然是不错的一个平台。嗯嗯。但昨天这个场合，我觉得，在美国签署这个事情的时候，刚刚马委员也一再，在问你说，我们到底该讲什么话？嗯嗯嗯。我们选择不讲话也是一种回应，嗯、选择讲话也是一种回应，嗯、但是讲话要讲什么话就很关键。对，所以我刚才你们的回应是再讲一次。对于美国国会的善意呢，我们表示感谢。至于呢，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美国的政府的决策，我们也予以尊重。好，善意跟尊重美国的国内决策，这个部分，我觉得大概只讲了一半。我们再借机会再表达一下，就是对美国内政的决策，我们当然尊重。是，但是任何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台的政策，包括对中国大陆，乃至于他对亚太的政策，我们都希望美国考虑到我们所在乎的两件事情。嗯嗯。第一个，台海和平。嗯嗯。第二个，台湾安全。对，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国家。完全同意。这是应该讲，这是 bottom line， 是你们应该讲，你们应该把它讲出来，而不是放在心里。放在心里，谁知道啊？因为对不对？你把台海和平跟台湾安全扣上去，这是我的底线。对，因为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跟外交决策，包括你内部的通过什么样的法，是，因为美国的国内法，这个、我想或许没办法尊重，但是我们表达我们强烈的国家立场。对，我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台海和平，对，维护台湾安全。对，这个据我的了解，也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一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安全与自由、繁荣。所以在这部分，如果说我们只是一昧的讲说，尊重啦、欢迎啦等等这些哈，其实有些人站在第三者、评论者啊，不要讲说有不同政党的看法了，就算一般的评论者，可能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美国不是每一个外交决策都对台湾是好的、欸，就算他跟你讲说我是善意，嗯，美国国会也或许跟你讲我是基于支持你台湾啊，但是我们处在一个诡谲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中，完全对，嗯，对不对？嗯，这里面大国在玩什么你知道吗？对，大国的合纵连横你知道吗？是，对不对？是，昨天这个 Tillerson 也才讲说我愿意无条件跟北韩谈。嗯嗯嗯，无条件跟北韩谈的前提是什么？哎，北京要不要配合啊？嗯嗯嗯，北京如果 不配合的话，北韩怎么跟你美国无条件谈？嗯嗯，北韩这小子他还是跟你讲，哎哎，你讲无条件谈有那么简单吗？我可能还要来给你一个殊死战呢、欸，对不对？对，所以北京的态度很重要，对，非常重要。所以在他跟北京谈北韩的事情，美国跟北京要谈北韩的事情的时候，台湾是什么？我们角色是什么？因为在对于以我的了解，对于美国来讲，他认为最直接的、最迫切的威胁是北韩，没有错。对他的。最重要目前的，他非常希望北京他的 first priority 帮他帮忙，就是 North Korea， 对，这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既然那是他的 first priority， 对，就知道在外交谈判上，对，他的国家利益考量、现实的考量，就是只要能够解决北韩问题的，他很多因素可以妥协哦，他是可以拿来妥协的。但是呢，我也向江委员报告，就是国务卿 Tillerson 呢、跟莫健呢、都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交易中间，不会拿台湾作为筹码，不会拿台湾来做，不管是交易或什么，但是他会制约台湾啊。所以为什么莫健来台湾的时候，在立法院闭门的时候，要问大家说，哎，对岸有没有对我们的触转有反应啊？嗯嗯嗯嗯嗯，为什么他要问这个？嗯嗯，这照理讲是台湾内部的国内issue啊。对，美国来问这个，而且还是 AIT 的主席。对、，Why？ 关心嘛，因为关心那边的反应，对不对？对，跟我们这边啊内部的决策，就是说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它如何影响到美国的外交决策？对，还有美中关系的问题嘛，所以美国关系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嗯嗯，绝对可以理解，是。但是这里面我们也必须小心，就是说。美国不是所有的外交决策都以你为最重要的考量，他当然以他 自身的利益为最主要的考量，所以我们当然要注意说，在整个事情的发展态势上面，对，
我们自己的角色跟地位，对，是，还有国家利益是什么？是我们该讲的要讲啊，我们不能老是说，哎，你做得很好，你的决策很好，我支持。对，那支持的背后我要拿什么？对，对，对不对？我想，江委员跟我都是读过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我今天在这边做外交部长，我的公开发言跟我私下跟美国的谈话，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对不对？好，我想这你也非常理解啊。这个是昨天 NDA 所引发大家的讨论了，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军舰是不是能不能泊台这些等等了，我觉得当然那是现在等于说行政上面立法上面。美国的行政权的签署上面，它引发出来还没有到实际的作为啦。对的，还没有到实际的作为，但是它已经替未来可能发生一些情境，大家在讨论可能造成的影响。对，这也是当然国安当然外交当然你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啦。对，啊，万一真的有必要，他没有说排除这个可能性哦。嗯，还没有说，就算他，就算川普没有签啦、我在想啦，如果北韩真的爆发冲突的时候。台湾在军事上面的对美国军事上面的地位，我们势必会扮演角色的。那时候搞不好也不只是说这个军舰泊台了，搞不好借用机场都有可能了。啊，所以这些你们也是要考虑啊。为什么？因为依照目前北韩的紧张的情势，它不是没有爆发冲突的可能。在全世界目前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来讲。的可能性，北韩是绝对重中之重啦，是的，对不对？所以依照昨天 Tillerson 这样的讲法，跟北韩的回应，还有美国跟中国之间所谓万一美军必须前进北韩的时候，美方向中方保证退回38度线，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就是连打战，万一发生冲突。它可能产生的一些美中之间相互要克制或者相互的承诺了，那这告诉我们是不是已经到最后关头了？这个我不敢随便去评论，就你们的预测嘛，你总要评估嘛。我想以我的是不是比以前有更高的几率？我私下我可以跟您再个报告了，在这个场合，我想我没有办法评论啊。那可是，一般外界评估都是。照这样的情势发展下去，是比以前有更高发生冲突的几率啊。许多报上是这么说的。对啊，是这样说嘛。那万一的话，啊，就算万分之一好了啦，我们的准备是什么？你外交部来讲，你撤侨准备了吗？撤侨准备，我们有我们的 SOP 啦、那个、SOP 毫无问题。最近有没有模拟？我想我们那个相关的这些撤侨啦、外交啦上面的这些准备工作，对那个石定大使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很长的一个电报，报回来。所以我们驻韩的大使有把相关的准备，对，是我们前任的政务次长，是个非常资深的外交官，他把报告打回来。对，有东西回来，是不是？万一如果有冲突的话。我们的撤侨准备，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台湾有好几家航空公司也都在飞这个台湾韩国线嘛，啊、对吧？那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很快的可以有行动。好，所以不然我还是总结了，距离很近，就是说以后我们针对啊，就是美方的相关的决策这些等等的发言等等，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立场，我们国家利益，你还是要有所表示的。当然会，最基本的。是的。台海的和平，台湾的安全，你还是要重塑啦。嗯啊，你们大国的决策是大国的决策，但是我有我们的主张跟我们的诉求嘛。对，而不能老是让他觉得说好像他讲什么，我们就是只能呼应，我们就是只能 say yes， 是或者说欢迎。对，我们谢谢江委员指教。好，是非常谢谢。谢谢江委员哈，来部长请回。来，接下来请王定宇王委员。谢谢主席，麻烦我们李部长。好，请李部长。王委员早。部长，那一天莫健来立法院，你不在场吗？我不在场。你那时候在忙，我印象在忙台飞还是什么其他的事情？反正莫健在现场，我跟罗志政委员、刘世芳委员，我们都在现场，蔡世文委员也在哈。我第二天在报上也看到一些相关报道。他并没有。替中国询问我们的促转条例造成什么影响？他的真正的题目是问我们的促转会不会让人家有去中国化的这个感觉？
然后呢，以及怎么样去执行的问题，交流是这个。我觉得我们涉及涉外事务，特别是关门的会议，我们的诠释要正确。嗯，如果诠释不正确，解释的好像美国替中国在关心台湾的转型正义，这个很荒谬。甚至于莫健在里面也提到他们美国。也常常有转型正义这个议题，对，所以我相信部里面陪同的人员应该有把当场会面的文稿都有给你，我还没看到，所以我刚才有一些委员根本没有在现场、啊、那我解释成善意，也许是误解了哈。是第二个荒谬的部分在哪里呢？我们台湾的国家利益当是我们的最重中之重，当然，那从早上我听到现在，听得好像美国要派航母来打台湾一样，没有啊，就是。一个2018年财政年度的 NDAA 交付研究军舰互相泊靠港口，这对台湾到底是好事还坏事？在你外交评估上，我想这样子啊，就是说是这个美国的国会有这样的一个是善意还是恶意？是善意，这绝对是善意嘛？我们表示感谢。怎么把它解释成这样子，然后反而眼睛闭起来没有看到我们真正的威胁？你刚才讲说520到现在17次，不对，17次是今年1月11，是今年，今年1月11到12月11就17次，对对对对对，军舰绕着台湾，飞机呛着台湾，武器对着台湾，甚至想利用北韩的问题呢，卡一点油的是北京政权啊。嗯，美国那天莫健也讲得很清楚，北韩的问题你中国也有责任，关台湾什么事情？嗯嗯，所以有关美国他们的 NDAA 的内政，对，而他内政这个 section 提到台湾，对，提到加强军售120天内发价要有回答，嗯哼，类似红旗军演双方的军事交流，对对对，双方的将领的交流，嗯，甚至于提到说研究看看军舰泊靠的可能性，是的，这一切都是代表把台湾当作盟友方嘛，对的，对的，不是盟，他为什么不跟金正恩研究一下军舰互相泊靠？对啊，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指标，只在正向的指标，我们不能为老美侍从，我们不能美国要的我们通接受，但把人家的善意解释成好像要利用台湾，好像他们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却完全漠视了北京的威胁，这是荒谬加上荒谬再加上荒谬，三种荒谬、啊、我同意王委员的这个、观察，在美国那边的国会的台湾连线的、国会议员这两年的努力，我们其实是感受在心里面。是对，我则在台湾，我们的纳税人什么时候听过 NDAA 这个名词？对，2016年以前，他们的国防授权法案，我们台湾什么时候需要关注？根本没我们的事。对，对，所以刚才我用感动两个字形容。所以这是一个正向的，但是我们因应上是一个复杂的局势，所以要小心因应。对，但这是一个正向的指标。对，我觉得外交部态度要清楚。所以我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也会尊重美国政府的决策。那个李克欣那种不尊重是国际笑话，但他是故意 的，他想要影响美国川普总统签署的时程或者内容，那也影响了一个新闻稿，但是中国这样子的大国的不礼貌，自己去让国际笑，我们要去接这个局势，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我很少在这边提在野党政党，我觉得外交国防是最不分在朝在野，是的，但今天本席在外交委员会，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让国际有一个印象说，哎呦，美国这个 NDAA 台湾不高兴呢、欸，台湾的国会有意见呢、欸，这样子印象出去，在美国华府也有红军的人、啊、也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他会引用来说，你要对人家好，人家都有疑义了。明年的2019年 NDAA， 我看我们再调一下，或在执行上，在条文都有意见的，那执行上我看现做一下，形成印象对台湾是不利的。我们对美国朋友做出这样善意，我们谢谢，但不见得全部都合我们的意，我们多讨论。是，但是绝对没有蒙着眼睛没看到中国的威胁，拼命去行说美国这个动作是别有居心，居心叵测，这是荒谬。嗯、哦、所以部长这个态度我觉得要清楚，特别刚才完全莫健来到国会，我们这几个都在场。你说我跟蔡思英英文不够好，罗志正英文也很好啊，我蔡思英英文比我还好了、不要五路招委，我的预算都没办法维持了。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诠释的问题要根据事实，完全正确。莫健从来没有帮中华人民共和国问我们的主管，不会，他是代表美国政府，那个是非常外行的外交官才会干这种事情。是，所以莫健是看
互相交谈的时候关切一下我们最近的新闻热点而已。对对、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部长如果再有人提到态度要清楚。是的，这个 我们一向非常 的清楚。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要提到这个印太地区、啊啊、我不知道你的统计跟我统计不一样、啊欸、蔡英文总统提到 Indo-Pacific 我印象是第一次、啊、就是台湾是印度太平洋区域自由民主国家、哦、自然是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的相关者、嗯、我们不只愿意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更愿意守护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嗯嗯、这是蔡英文总统首次清楚的诠释台湾在印太这个关系的文字、嗯嗯嗯、就你的印象还有没有其他的时候讲过这个？因为我经常跟总统在一起开会啊，我 们私下聊的就不算了啦，那不是私下，那是正式的会议啊，那有记录的、所以谈了很多次了，所以是不是第一次公开我还没有把握。我去查了一下、啊、比较完整讲印太大概是这一次、啊、然后呢印太的图当然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印太地区它有所谓的生物学的定义，那当然也有海域的定义，大概那个深蓝色的部分涵盖的区域大概就印太，台湾刚好在印太的北端、嗯、然后所以我们看到川普这一次的亚洲行，包含到北京到 APEC， 他提的是印太。对，我们看到南韩最近推出的外交的政策的说明书里面有提到 New Southern Policy、嗯、也是新南向政策呀，不谋而合。对，印度叫做 Act is the Policy、嗯、他讲的是、嗯、他往东但跟我们去的南向是一样的位置、嗯、他叫东向政策。那另外呢，日本印度提的自由走廊，澳洲最近发现中国用钱用很多的方式渗透他的政坛，甚至阻挠他对南海发表政策谈话，他们有警觉到了、嗯、所以立法严禁中国势力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嗯、而澳洲也派出人在亚太地区参访各国讨论他们对南海的政策，然后也再一次提到了四边会谈，四边会谈涵盖的也是印太、嗯、那日美澳印的这个提出的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对，这些讲的都是在同一个区域，我们的新南向印太地区。那我这边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外交部针对我们主管外交国防的总统提到的印太，整个亚太局势扭转成变印太为中心、嗯、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作为？有，有，诠释一下。这个问题呢，当然就是说是最近我跟美方接触的时候，我也曾经询问过他们的这个战略构思是什么，当然他们也告诉我说这个还是一个正在演进中间的一个观念，他们就提醒我说一定要看这个川普总统在 APEC 岘港的这个演说，他认为这篇演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说，我们一定要仔细阅读，所以说是我也很仔细的把它看了。 我最后提醒了、嗯、我应该看点了一下所有的能量、嗯嗯、南韩、印度、日本、澳洲、美国，当然加上台湾、嗯、政策的集中点几乎都在我们的新南向这个焦点这个区块、嗯、所以我们台湾的新南向的范围、嗯、原来就有包含澳洲、嗯、我们似乎重心往那边可以多放一点点，这个由你的专业来判断。对，因为委员也知道我回来之前我是在坎培拉服务，所以澳洲讲老实话这些人名字我也都见过，那个包括涉案的那个姓黄的， 你觉得可以讲那我们就讲出来吧。姓黄的 我也知道，他请我吃饭我也拒绝了、嗯、这个部分哈，在澳洲的加重我是有看到你在努力、嗯、那澳洲他们的调整对南海其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嗯、那我也看到我们在台湾菲律宾七项合作文件跟更新投保协定开始有进展、嗯、但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国家我们就不把它一一点出来、嗯嗯、所以我这边特别提醒，就是我们国家所定的新南向跟现在国际民主国家的方向是不谋而合。对的，而且我刚才点的这些主要国家能量如果再把中国放进去，就会形成一个很有趣的似乎有两个阵营的概念，而我们在这两个阵营里面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符合台湾最大的经济跟外交利益，我们可以在委员会多讨论，属于机密的部分我们当然就不公开讲。是的，那我们也希望澳洲是一个新变数，那也希望我们外交部在澳洲这个部分能够有所成果。好，谢谢，谢谢王委员指教。好，谢谢王定义王委员，来部长请回。接下来请罗志正罗委员。更正，等一下。
自动把其他委员给他删除掉不行吗？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罗志正委员，好、哦、不在吗？好。谢主席，麻烦请部长。好，请部长就备询台。罗委员早。谢部长好，我知道你本来10:30要走嘛，现在多待一下。没问题，这个你在我一定要在。好了，预算过了啦。好，部长，坦白讲，从早上听到现在，我是有一点错乱，有点沮丧，甚至也很遗憾。倒不是针对部长言论，而是对反对党议员的言论了。啊，坦白讲，当美国通过这 NDAA 的时候，看到我们一些立院的同僚，对美国的猜忌、怀疑甚至充满了这种。甚至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评价，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敌我不分了。但是不管美国怎么做，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他说他要提升跟我们的军事合作跟交流，外交部欢不欢迎？我想美国跟我们的状况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先讲，就算美国之外，所有国家说我们希望，尤其是民主的、自由的相关的国家。说要提升跟我们的军事上的合作交流，欢不欢迎？讲老实话，如果北韩来讲，我说不欢迎。我当然不说北韩，我现在讲就是所有民主、友善、对我们一向友好的国家，民主的都是欢迎嘛，自由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我们欢迎。我们都是欢迎的嘛。对的，就算别的国家不做，那我们问一下部长，我们跟美国关系要不要推动提升我们军事合作交流？当然要推动要、我们谈的非常的广泛，非常的深入。所以就算美国没有说，我们也是把提升台美的军事交流作为我们外交目标嘛。对，所以美国主动也这么说之后，是不是跟我们推动目标是一致的？一致的。不管美国的动机背景是什么，是我们是一致的啊。对的。所以这当然是欢迎的啊，是欢迎的，是感谢的啊。所以我一直讲，对于这个国会的友善，我们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欢迎。所以反对党这样的一个批评或是这样的质疑，我是认为很遗憾的啦，因为我们的国家目标本来就是希望能够提升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交流的面向。是的，但具体的合作面向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啊。是的，应该是这样子。好，那部长请问一下哈，那个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到底什么时候开？因为你上次好像我问你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就日期做一个共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宣布。但是我们的了解是在年底之前应该会开。部长，上次你回答我说年底嘛，对不对？对啊，是年底。现在都已经12月中了。对啊，所以说剩下两个礼拜。我昨天也在问秘书长，秘书长说是双方还没有共识，所以说那今天还不能。如果真的没有共识，有没有可能今年就不办了？应该还是会开，是不是？确定吗？如果开不成呢？那个秘书长，会不会开不成？包委员，我们现在正在做最后的，跟日方做最后的一些协调。那等到双方这个最后的一些细节确定之后，我们会尽快的对外公布。我确定一下，是时间敲不拢，还是议题敲不拢，还是立场不一样？针对时间跟议题啊，目前都还在做最后的这个协调跟确认。可是那两个礼拜之后，就圣诞节了呢。但一旦确认之后，我们会基于双方共识，我们希望很快的可以跟各位报告。所以基本上来讲，还是议题的部分。对，时间应该是其次啦，最早是议题谈不拢，哪些地方谈不拢？应该是说，包括日期跟议题都还在做协商，然后同步。可是议题是延续之前的议题，还是有新的议题，然后对方不能接受？应该是说会有议题谈不拢的部分呢？也不是说谈不拢啦，就是说，比如说什么东西双方要列进来，都是要经过协商。那根据双方的这个互信啊，就是原则上我们全部要大概确定之后，会同步的去对外发布。我想问一下，我们谈了多久？就今年的议题的这个 agenda 谈了多久？怎么会谈那么久还谈不拢？那如果连议题都谈不拢，更不要讲实际上的那个议题的内容了。应该是说，那个从其实委员晓得去年10月开完第一次的海洋事务对话合作会议之后，今年4月我们也开了工作小组会议。那中间也一直都有在进行长期的这个协商哦。那只是海事的这个议题呢，其实牵涉的非常广泛，科学研究啦，或者是说这个急难救助、资源养护。那双方关切的东西，我们当然就会各自提出，然后希望能够放进来。那这些东西都需要协商。对，但是就是说你谈那么久，议题面向很多。
那总没有办法先排除一些有困难的，先谈可以谈的部分。是，当然是先易后难。我们现在就是针对先易后难的部分，可以合作的这些领域，还在做最后的协商。所以部长确定今年年底之前开的成哦？对，对，好，我前段时间跟日方的高层谈，他们还是觉得年底要开。因为他有政治的意涵、双方的共识，但就是刚才秘书长讲的，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有共识，所以说大日本人非常龟毛。可剩下两个礼拜了啦。对了，我知道，还好。部长不要讲日本人龟毛了，这个不是 Christmas 啊，对他们来讲不像美国人那样子。我知道了啊，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假期嘛，哈。对了，对了。好，那个我们可以请国会上来一下吧。还有经贸司，我先问一下哈，那个请问一下，今年的外交替代役多少人？今年是九，现在在受训嘛，对不对？现在成功你受训，对不对？没有，没有，外交已经派出去了，已经派出去了，派出去了。人数呢？86名。所以他是去年训练的，今年派出去，还是今年刚？今年训练，今年出去到明年。多少人？86。那跟往年比起来有减少还是差不多？跟去年比是少了几个？十几个。是报名人数还是最后录取人数少？应该是报名人数少跟计划配合。那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每一次这个先会列出我们需要的专长类别，然后才有一男来报名。有哪个类别事实上人最少，或是可能会有困难的未来？未来医疗还是农业替代役还是什么替代役？实际上我们包含了很多种类。哪一部分招募最困难？环保类。OK， 我现在提醒外交部跟国合会经贸司，就是明年全部兵制，啊，这我已经不断提醒了。全部兵制之后，未来一男只服4个月的军事训练。外交役要服多久？10个月。海外10个月是吧？国内训练目前10个月。国内几个月？缩紧到国内替代役。国内替代役是6个月嘛？和我们海外。我说你在国内受训多久？再派出去？现在1个月。就1个月啊？就1个月4个礼拜，因为他役期缩短，所以我们受训期间也缩短。所以那语言能力呢？本来不是有很长的语言训练吗？我们到了外面以后都有特别在再重新再学啊，特别没有在受训时候就有。那我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不止你们了，很多单位包括教育部各单位都是一样，因为未来替代役的来源会大幅的减少，然后相较于一般的4个月军事训练，替代役的役期还是比较长的，所以未来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外交上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希望很多年轻人是基于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工作，所以去申请或服外交替代役，但是一定要面对一个可能的现实，也就是未来替代役的人员，他的来的这个所谓这个pool哈，一定会减少。有没有做预做准备？跟我们报告，实际上这个明年现在给的名额只剩下45名了，因为现在把外交替代役列为一般的公共行政，而没有很独特的，的确影响到啊，列为一般公共行政一般的，因为他现在就是只有特别的，像消防安全这个，他人数比较多，把我们这个外交替代役列为一般的。好，那一般现在45个你怎么办？未来的员外技术团队人不够啊。因为在没有替代役之前也曾经实施，那现在他们去在外面主要是补充人力，所以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些役男在国外经过那段时间的时候，的确有成长很大，对年轻人很有大的帮助。对，但是我跟你讲，当时是因为本来在国内的服役时间就很长，所以去外面差别不大。可是相较了，从明年开始之后全募兵制之后，一般役男只要4个月就好了，而替代役要10个月的时间在外面，一定会造成在人员的增补上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外交部要早点因应这个做法，不要等到明年连45个都补不起的时候，那我们外交的这个员外的团队又老化，又找不到真正其他哈可能愿意从事的相关人员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人力短缺啊！给你再多钱都没有用，因为最终是人的问题。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吧？好，所以我希望部里面还有我们国合会乃至于经贸司早点做准备，好，否则的话很快就会浮现这个问题。光给你钱没有人，那员外是做不起来的，好吧 ？OK， 好，谢谢。好，谢谢罗志镇罗委员。那本次登议程已登记质询委员除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那委员口头质询来不及答复的部分，会要求补充资料者，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2周内提供。那现在要处理外交部主管107年度3项基金的预算。那首先，我想我们就先休息，好。好，首先，我们现在就是先休息5分钟，安排桌椅，那我想，因为部长他等一下，对，我现在我要讲，
哎呀，那我们要搬桌椅过来了。好，所以部长的部分，如果说因为有事情就同意，因为之前已经请假了，部长可以先理清，由我们的次长吴志忠来做代表。那另外，外交部如果因为还是很多要务要繁忙，所以如果跟预算无关的人可以先行离席，本席可以同意。好，次长请就，次长嘞。好，好来，那相关人员都已经就位了哈。那我们首先先请，先请我们那个议事人员宣读，从国合会发展开始嘛哈。好，第一个审查我们国合会预算，请议事人员宣读。107年度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预算，一工作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及审查结果修正调整；二收支部分，一收入业务收入12亿7257万6000元；二业务外收入1亿7801万9000元；二支出业务支出15亿1993万元；二业务外支出2093万5000元；三本期短处9027万元；三转投资计划部分。20亿5037万4000元，固定投资部分452万7000元，报完毕。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来宣读国合会的委员提案。好，第一案就是总额部分，关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国合会107预算收入总额14亿5059万5000元，支出总额15亿4860万5000元，总计短处9027万元。对于支出总额预算编列15亿4086万5000元中，冻结100万元。是外交部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等3人。好，我不再多做说明哈。理论上就是我们国合会啊，对于有一些若干，譬如说有邦交跟没邦交国家之间啊，我希望能够再做一下弹性处理。但是对立法委员的报告就比较缺如哈，我希望能够及时啦，所以我提出的是冻结100万，提书面报告后再。就那个刘委员等一下，因为你是大通案，你的下面的案子还没开始哦，不好意思，我们先宣读那个2到6案。第二案，有鉴于国际稻米研究所报告指出，消费者对于稻米的需求量越来越少，及成长量远不如其他农产品，建议冻结100万元，事向立法院及外交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3人。第三案。国合会技术合作支出能力建构捐赠较去年增加，未见说明原因，原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3人。第四案，国合会今年委办计划预算执行率逐年降低，原针对技术合作支出掀起评估研究，冻结70万元，
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的动之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第五案，国会技术合作支出事后评估及稽核作业旅运费较去年增加，未见说明原因，原减列4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六案，国会技术合作支出国际文宣较去年增加，未见说明原因，原减列2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以上宣读。好，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这个预算就给予通过。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审查第7到22案，好吗？更正，7到15。第七案，国合会实际拨款较预算落后，未见详细原因，原针对投融资业务支出删减200万元，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第八案，国会与中美洲经济合作银行部分融资计划子计划进度落后，资金动用已再展延，原针对投融资业务支出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等三人。第九案，国合会巴拉圭东方工业区贷款案放款回收时程过于冗长，原针对投融资业务支出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第十案，国会投资 BTS 印度私募股权基金累计亏损过高，原针对投融资业务支出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第十一案，中美洲技职教育优惠助学贷款计划由于申请学生未如预期，核贷金额缩减，原针对投融资业务支出 投融资计划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第十二案，国会与中美洲经济整合银行合作融资计划子计划执行进度落后，原针对投融资业务支出投融资计划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十三案，国会与中美洲经济合作银行合作融资计划子计划执行进度落后，原针对投融资业务支出先期评估研究减列100万元，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第十四案，国会中与中美洲经济合整合银行合作融资计划子计划执行进度落后，原针对先期评估研究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十五案，国会与中美洲经济的整合银行融资计划子计划执行进度落后，原针对先期评估研究之劳务费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罗志正等三人。以上宣读。好，那七到十五案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不予处理，依照原预算通过。然后现在宣读第16到21案。第十六案，国合会奖助友邦及推动新南向政策友好国家人士来台攻读大学，每位学生每月补助3万至45000余元，远高于国内最低基本工资，补助对象标准不一，已检讨改进，原针对国际教育训练支出奖助学金一般事务费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十七案，外交部与国会长期提供奖助学金给友邦及友好国家人士来台就学，为外国学生来台留学与外交成效实无明显之关联，原针对国际教育训练支出项下奖助学金捐赠部分减列1700万元，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第十八案，国会补助对象标准不一，原针对奖助学金捐赠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十九案，国会国合之友会捐赠预算难做实质控管，源于减列4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二十案，国会邀请国外专业人士来台担任讲座与交流，连两年决算数为零，令人不解，原针对邀请国外专业人士来台担任讲座与交流之一般事务费减列45000元，提案人蔡适应等三人。第二十一案，国际教育训练业务评估规划连两年决算数为零，令人不解，原针对国际教育训练业务评估规划之国外旅费减列15000元，提案人蔡适应等三人。以上宣读。好，那针对第十六案到二十一案，那在场委有没有意见？
那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照原计划预算通过。那我们再继续22案。第22案，国会办理人道援助灾后重建计划日趋多样，外交部以耿旭与主要国家签署相架构框架式协定，协助国会加速各项新类型合作计划之推动。原针对人道援助支出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好，我想请问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原始的预算予以通过。那我们现在继续宣读第23到26。第23案。国会现任董事女性比例未达1/3，原针对管理费用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刘世芳等三人。第24案，国会不休假加班费暴增30%，原针对不休假加班费减列70万元，提案人许玉仁等三人。第25案，国会租金等经费本年度预算较前年度决算增加近60万元，原针对管理费用之租金支出减列60万元，提案人罗志镇等三人。第26案，倡导智慧生活与节能减碳，原针对管理费用之文具用品减列30万元，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以上宣读。来，请问在场委员对这些提案有没有意见？23到26。好，那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原始预算通过。然后，那我们现在从27到46案，请宣读。第27案，国会存在移转友邦之技术合作计划有营运不如预期等问题待改善，原针对委办计划支出减列5000万元，提案人林长佐等三人。第28案。国会委办计划执行率逐年降低，原针对委办计划支出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第29案，国会107年度编列12亿余元之委办计划支出预算，但预算说明未及2页，不利本院监督。原针对委办计划支出冻结6亿，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第30案。参照我国与巴拿马断交前之合作计划，大多数皆由台湾厂商参与，使我国对外 ODA 所获效益大大打折。原针对委办计划支出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31案，外交部以耿旭与主要合作国家签署框架式协定，协助国合会加速各项新类型合作计划之推动。原针对委办计划支出冻结5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王定宇等三人。第32案，合作计划日趋多样，外交部以耿旭与主要国家签署框架式协定，协助国合会，原针对委办计划支出亚西及非洲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33案，国会在亚太地区派驻技术团之国家斐济于5月撤除驻台北代表办事处，是否仍有协助之必要性，值得商榷。原针对亚太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减列2000万元，提案人徐仁等三人。第34案，合作计划日趋多样，外交部以耿旭与主要合作国家签署框架式协定，协助国合会，原针对亚太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35案，国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预算大幅增加1/3，却缺乏具体说明，源于减列1亿元，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第36案，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预算增列34%，为预算书未见说明，源于减列44,254,000元，提案人王定宇等三人。第37案，国合会与部分国家之技术合作计划无新计划之提案，原针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庄瑞雄等三人。第38案，合作计划日趋多样，外交部以耿旭与主要国家签署框架式协定，协助国合会，原针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第38之1案，
厄瓜多强迫我方将中华民国驻厄瓜多商务处改名为台北驻厄瓜多商务处。面对此种不友善态度，我方应否考虑终止在俄国执行之牡蛎养繁殖计划，原针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驻外技术团及计划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取得动支。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39案，外交替代役即将在后年退场，国会若无重新规划，业务将受相当冲击。原针对外交替代役减列150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40案，国合会办理扩大外籍生来台奖学金计划，为部分外籍学生结训后为返国服务，恐未达计划目标。原针对外交部扩大外籍生来台奖学金计划减列2000万元，提案人徐仁等三人。第41案，国合会办理奖助友邦及友好国家人士来台奖学金计划，每位学生每月补助远高于国内最低基本工资，补助对象标准不一。原针对外交部扩大外籍生来台奖学金计划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42案，国合会办理 ICT 台湾研习营规划未详尽，不利监督。原针对友邦技术人员受训观摩与进修及专案研习营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第43案，外交部赴海外地区评估监督稽核及评核业务较去年增加，未见说明，源于减列2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44案，国会综合性费用大幅增加近20%，缺乏用途说明，原针对综合性费用减列1500万元。提案人徐仁等三人。第45案，国会综合性费用较去年增加，未见说明，源于减列200万元。提案人马文君等三人。第46案，国合会委办计划执行率偏低，原针对摊入管理费用减列1000万元，提案人徐仁等三人。以上宣读。好，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在场委员有意见哈，来，那个我们就请黄定王委员。我提了31案哈，是针对我们现在国合会跟国际合作的模式，其实有相当新的模式，所以旧的框架、旧的这个协定，有时候在处理上会比较。矿物费是要重新谈，所以我这边是要求说，你们应该跟主要合作的国家签署合作框架式的协定，然后把合作计划涵盖范围把它整个扩大明定出来。所以我是鼓励你们多国际合作，所以预算我是用冻结的方式哈，冻结5000万，书面报告后同意好就可以动支。那还有那个庄瑞雄庄委员，安内娜哈，我在那个在28哈。这个跟37这里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办理的很多对外的援助的业务啊，哦，那你去看每一个年度啊，你看100年到104年这个，你们去执行的部分呢，啊，就一直一直在下降，就也就是说你委办这个经费哦，你没有变动，那你执行率就越来越降低啊，哦，这个是不是来做一个说明了，啊，哈，哦，啊，不然给你简略简略那个路华裔啊，那你像那个，我跟37案一并说明吗？啊，那你再去看37案哦。我们这个审计部也跟你们在整个决算的部分也跟你们指出来了啊。我们很多的跟部分国家的技术合作的计划，我们接受啊，不啊，新的技术合作计划去做一个接续啊。所以也就是说，有部分你要到期的一个合作计划，你却变成没有新计划的一个提案了哈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他我在这边也列了很多了，你们的那些计划的部分呢，变成啊，恁钱也拢有嘞啊，但是代志已经做诶，我感觉恁那等于拢无咧做代志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说明一下好不好？等一下哈，我恁呐讲一下，啊，恁有啥咪波无？恁创一寡计划，恁当然就是爱去回圆满啦，啊，唔那丢。好，那另外吼，这个第38之一案吼，我刚才有咨询拉美斯司长，有特别讲到这个我们跟厄瓜多的关系吼，因为这个从中华民国驻厄瓜多商务处被改名为台北驻厄瓜多商务处，
基本上是一个不友善的态度，所以在这个牡蛎养殖的合作计划应该予以终止哦。那外交部也说明说目前正在终止，但是不是要恢复仍然在视双方关系哦，所以因此要求冻结2000万。好，那请我们国合会就以上三个案子来进行说明。是跟那委员报告一下，第一个实际上我们的执行率哦，在去年已经这个大幅提涨，我们到了90几。那今年我们预估我们的执行率可以到95，所以执行率本身我们就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对于每个计划的掌握实施我们都切实的追踪，所以执行率在过去是稍微低一点，但这两年的确大幅的提升。那另外就是有关这个计划本身的延续，实际上我们就是现在在遇到一些快要结案的计划之前，结案之前我们已经在对于计划的延续在做这个评估在考核，所以实际上过去的问题在未来都不会发生。那还有另外就是本身的这个预算的本身是委办费，是外交部给国会，我们依据他的预算然后配合计划来执行，所以希望委员就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国会针对过去的问题都持续在改进了，所以执行率也好或是计划的衔接也好基本上问题都越来越少，所以如果委员可以的话就请委员同意就是不要简略，我们冻结，我们把细节再跟您说明一下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冻结书面报告讲考核。我想那王定宇王委员的部分，你的冻结金额还要不要改变吗？你是写冻结，你是冻结5000万嘛？哈，5000万不到五趴。好，那冻结5000万书面报告，我们那王定宇的部分就这样子。那个庄瑞雄庄委员，你的部分是第几案？要37要改冻结。好，那改冻结多少？就是1000万就对了。好，1000万嘛，1000万哈。那我想我的部分，刚才那个司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所以就按照刚才我在咨询司长的部分。就予以他冻结2000万，那三个案子一样都是书面报告经同意时的通知。好，那以上的部其他的部分就照原预算通过。好，那这三个案子不能留用哦，预算不能留用，先讲，因为是冻结你的部分。好，接下来继续是47案。47案国会咨询。哎，等一下啊，你的44没有？是刚44有念的吗？那44也念了哈。46 OK， 好，47案。47国会资讯系统功能提升未详列成本估算不利监督，原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江启臣等三人，以上宣读。好，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原预算来办理。好，那我们再来继续宣读我们的大通案。大通案部分刚刚因为那个刘委员讲过，他说他希望能够做好就好了，所以这个部分就不予处理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到决议的是从来决议开始念48到57。48，请国会于一个月内就外交替代役男退役后是否持续从事外交及国际合作相关工作，与如何乘船外交替代役男之驻外经验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以上宣读。好，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49案。请国会于一个月内针对落实援外计划之公开透明及监督提出检讨报告，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以上书以上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50案，请国会于一个月内针对充实多元化资金来源提出报告，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以上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51案。要求国合会研谋提升其自办业务剩余，并进行对外募款。提案人蔡世英等三人，以上宣读。国会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52案，要求国合会会同政府各部会拟定提高我国对外政府开发援助比例至0.1%之计划，提交书面报告。提案人蔡世英等三人。国会有没有意见？外交部，这个外交部可能外交部回应啊。这个 ODA 我们只是执行单位啊，所以本身 ODA 本身的预算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因为这个我们国会属于执行单位，所以等于是整个 ODA 整理是。那现在你们就内部开会的时候交一份报告给外交部就好了，外交部当然就会来。我们实际上是都提供的。啊，对啊，那就是没意见了哈。好，通过53案。53案，国合会转投资近年来认列损失，仍有检讨之必要，原要求外交部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江启臣等三人，以上宣读。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54案。国合会子计划执行进度落后，资金动用期一再展延，有实际拨用金额远不及签约核定额度等情形，要求外交部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江启臣等三人，以上宣读。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55万。国合会收入来源过度仰赖外交部委办计划经费，且近年来营运绩效持续欠佳，
以严谋提升自办业务剩余，提案人罗志正等三人。以上宣读。好，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56案。建议外交部与主要合作国家签署框架式协定，扩大合作计划涵盖范围，逼力国合会加速各项新类型合作计划之推动。好，有没有意见？罗志正等三人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57案。国合会董事女性比例不及1/3，主管机关宜督促检讨改善。提案人罗志正等三人。以上宣读。好，有没有意见？实际上，我们现在董事女性董事5名，然后监事3名里面2位是女性，所以实际上是超过的。啊，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那就案子就撤掉了。好 ，OK， 好。那现在我来宣读我们刚才国合会的整个的预算的删减情形哈。来，107年度。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业务支出合计冻结8000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台湾民主基金会。来，请宣读台湾民主基金会。107年度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预算，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部分收入，政府补助基本营运收入13,797,000元，财务收入150万元，支出管理费用3,550万元，其他业务支出1,249,700元，本期剩余150万元。三、固定资产投资部分70,003,000元。以上宣读。好，现在宣读委员提案1到9案。第一案，台湾民主基金会宜会同外交部另觅办公空间，或与外交部协商议有偿租用办法，原针对管理费用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吴坤玉等三人。第二案，民主基金会文康活动费应不得超过规定之标准，原针对职工福利减列16,000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三案，落实节水与节电，针对民主基金会水电费减列50万元，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第四案，查104-105年度水电费决算数，相较之下预算数有修正空间，原针对水电费减列2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五案，查104-105年度印刷费决算数，相较之下预算数有修正空间，原针对印刷费减列1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六案，民主基金会部分补助案似与民主或人权无明显关联，原针对补助款支出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支。提案人徐仁等三人。第七案，查104-105年度邮电费决算数，相较之下预算数有修正空间，原针对邮电费减列5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第八案，倡导智慧生活与节能减碳，原针对印刷费减列50万元，提案人徐仁等三人。第九案，民主基金会尚有库存礼品，宜积极处理闲置之礼品，原针对礼品费减列10万元，提案人蔡世应等三人。以上宣读。好，那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那我提一下哈，第二案的部分，因为你按照那个公务员编制，你们是超编的规定哈，所以我应该每个人是编2000块，你们编2500块，所以我应该按照比例规定删除16,000元。再来就是说，因为你的礼品清查有被检讨，有过多的情形，是不是这边建议删除10万元哦？那我想请教民主基金会的对这两个案子的看法怎么样？报告委员，第一，前面那个福利金我们就按照规定办理，没有意见。关于礼品是这样哈。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大量消化原来的礼品，就快要消化完了啊，所以还有请委员理解。好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在第二项的部分，管理费用职工福利的部分，本来编列78,000，按照中央人员公务员的规定，我们就是删除16,000元，好不好？那其余的部分我们就照我原预算予以通过。好，那现在来宣读决议事项。第十案，民主基金会在106年度与107年度预算一般性业务费用之预算数几乎二致，请台湾民主基金会于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与具体改善做法，以落实零基预算原则。提案人徐仁等三人。以上宣读。有没有意见？好，通过。第十一。请台湾民主基金会于一个月内就补助范围与其他部会业务重叠之事宜提出检讨报告，提案人徐玉仁等三人。以上宣读。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那就通过。好，那我们台湾民主基金会预算审查后，业务支出减列16,000元，其余的部分按原预算通过。好，
接下来我们审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7年度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预算一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支部分收入业务收入15,162,000元，业务外收入70,000元，支出部分业务支出15,162,000元，业务外支出10,000元，本期剩余60,000元。以上宣读。好，接下来宣读我们的委员提案一到三案。第一案 ，PECC 重要会议计时网页会有任何今年之讯息，原针对劳务成本减列100,000元，提案人蔡适应等三人。第二案，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7年度国外会议费较106年度成长近30%，无法理解增加预算之必要性，原针对国外会议费减列40,000元，提案人蔡适应等三人。第三案，倡导智慧生活与节能减碳，原针对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之印刷费减列20,000元，提案人许玉仁等三人。以上宣读。好，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提一下第一个案子哈，你们连你们刚才的网站更新，你们的董监事名单都是被加提醒之后才予以更新哈，所以我要求删除你们这个业务费用100,000元，劳务成本100,000元。那有没有什么意见？报告委员相关的已经更新，而且有关研究的中英文的一些研究资料，其实我们都有确实的在做更新的。那这部分的确是秘书处的一个疏失。对啊，所以删你们10万块，小三呐、啊，好，没问题吧？那我们就其他每条都谈了。对，10万元谈好了。对，好。那我们这个，那如果这样的话，来继续宣读，那就是按照这个部分，就是减列100,000元，好。那下次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你们的董监事名单还有错误的。好，接下来宣读决议事项。第四案，太平洋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请在明年3月前提出相关精进计划，并于107年4月召开第9届第6次董监事联席会议报告确认后，送交书面报告于本委员会。提案人蔡适应等三人。以上宣读。好，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秘书长，没问题，好，通过。那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哈，那经委员会审查，业务支出减列100,000元，其余照原预算通过。好，外交部主管107年度，不能走，三项基金预算，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预算业已审查完毕，送交财政委员会审后审理。请问委员会，院会审理前是否需要党团协商？庄委员，要不要党团协商？好，那就不需要。再来，院会处理时，请本案推派为委员做补充说明，请推派。那由赵委来代表。好，那各位在场的与会的人士哈，那我们这一次本日的议程已经全部处理完毕哈，散会。市长说的，市长正在路上。